28年前，桃园鼓山发生一宗相思命案，这就是终审破案啊。不过，这几个案件是已经超过追诉期，四个嫌犯不起诉处分。三月道路顶端，白族机车来来去去。28年前，桃园鼓山体育大学后边一片顶栏发生离奇弃尸案件。住伫附近陈先生想起，当年厝边妇人郎吴德顺生闻着臭味，发现边坎有擦伤，露出头毛，赶紧发现到阵，当去现场看。结果大家发现箱内底装的是人，惊到是赶紧报案。因为伊个倒老仔吼，嘴开开变遐大坑，我是讲啊，人哪有嘴遐大，撞一下落来啊，滚起来，显微镜用人害我安尼惊开半年啊。这起尸立案，检警近前以来一直找无突破点，一直到去年，一个证人线路的十个人自称良心不安，向警方告发了后，重新调查发现，死者的凶手拢是树拿人。代志发生起是姓邱的死者追求苏娇姓吕的十个人的妈妈，姓甘的十个人等人，与死者谈判无成功，爆发冲突。提球棍啊，拍死者重伤，将伊装入去布袋戏，红个擦伤起死。本分局接获证人举报，立即进行追查，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，将简姓主嫌等四人全部查缉到案。这案件在中期了，经过检警专案小组一年外追查，最近终审破案，锁定四人涉案。不过专案已经过追诉期，无起诉处分。涉嫌犯有两人已经死亡。检警表示，侦破起尸立案也是地来正气，将来继续针对当期破坏重要案件深入调查，维护社会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